这地儿太安静了，二老，哎，你在这儿盯着。好的，刚子，跟我走。 极大的安全隐患，他要求你把驻城部搬到其他地方，并且要马上落实。我会执行。半天，希望你以后要保证我驻城部的安全，以后不要再写如此简单的报告。 那两个钢刺，找人认了没有？老师，已经找人认过了，其中一个人被炸得面目全非，另外一个没有人认识。这帮人的意志和品质很坚强啊，每次作战都不留任何痕迹。
锦川，找几个适合驻城部的地点，全部报给河野大川，由他来决定。哎，老师，设伏是否急需？不用了，他们不会来的。哎，你说这个老赵心里怎么一点数都没有？怎么还不来？你俩咋一个脾气呢？ 当领导就能迟到是不是？那不，他跟我一说他来，我肯定批评他。领导，这我来了，商圈好了，好了啊啊！你倒说话呀！猴子侦察回来了。 咱牺牲了两个侦察员，这咋回事？坂田有准备，渊泽里安排了重兵。看来咱们想到的，坂田也想到了，这条路行不通，得换条思路。怪我，没合计好，无谓的牺牲了，不值。这样，让猴子先停停。 行吧，通行证我已经拿到了，我打算明天呢，先把粮食送过去。好，协商可支持队伍很重要，值得争取。明天上山之后，我会跟他好好谈谈。好。 苏金贵的再生父母，我对你是感激不尽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这是我孝敬您的。苏三，嘿，你一直让我失望。 到现在还没有摇身根的事，是是，都怨我。哎，姚家村失守这事，多亏了你啊！要不是你坂田将军非得把我毙了，多谢你关照，以后在佳木寺还得仰仗太君，多多提携。你知道就好。吉山太君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礼物。你说。 姚山根有消息了，他在哪儿？柴家村他老姨夫家，小心可靠，千真万确。Yes，太君，这次我一定能抓住姚山根。嗯，我马上向本田将军汇报。苏三，嘿，你很聪明，一定大有前途。还得仰仗太君提携。去吧。